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住我一齐归依三宝，阿舍嚟全念。 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淡摩，离欲中尊，皈依增其诸众中尊，阿舍嚟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 归依增强，注重中传，请睇《大经科注》第五百六十三页，五百六十三页从第三行睇起，引力成就呢一段里面。 最后一句，自力行，自力最后一句，我哋睇念老嘅注解，引力成就，引力者。 忍辱之力，发住师云，发住系日本真言宗嘅祖师，佢讲忍有三种，一者安抚忍。 为于世为事，能受故为违背自己嘅意愿，能接受。凡系违背自己嘅，未必系好事，未必。 对自己有利，多数系自己唔想见到嘅，唔想听到嘅，唔想遇到嘅嗰啲事，都能忍受。 咁就系安抚。第二种呢，他不饶益人，为他于己有遗损，能受顾，对我哋自己，人哋对我哋自己有损害，冇利益。 呢种事情遇到了能唔能忍，亦要忍。道散忍用要修到底。第三种法师为忍，呢种是佛法修学，佛法要有耐心，要长时间，位于法无分别故。 此三忍成就，故曰忍力成就。呢啲系法住法师佢讲嘅三种。又会说名十忍。 会说到讲得详细，同我哋讲十种人。疏曰：人之为德。 是界苦行所不及，能行忍者可名为有力大人。咁系前面解释呢个忍字，忍世出世法都重视。 世传喺讲经教学中，将佢列为六波罗蜜之一。六波罗蜜就是六道，菩萨修行六大纲领，第一个系布施，第二个系持戒。 第三个就是忍辱，忍辱先能精进，先能得禅定，先能开智慧。忍辱确确实实是修行成败嘅关键，唔忍得，乜嘢都成就唔到。 世间法都成就唔到，何况出世间嘅大法？所以一开头同我哋介绍持戒、苦行，都比唔上。 能行忍者，能忍受嘅人，可明，可以话佢系有力嘅大人。呢、這个力含义好深好广，有智慧，有德行。 冇智慧嘅人做唔到，冇德行嘅人亦做唔到，所以佢称之为大人」。「大人」喺佛经里面亦称为英雄。释迦牟尼佛、诸佛如来殿堂。 称之为大雄宝殿，大雄就是大英雄。大英雄咩意思？常人做唔到嘅，佢能做到。边啲事一般人做唔到？呢六道就係一般人唔容易做到嘅，道是。 持戒特别系忍辱，布施持戒容易，忍辱难啊！原本梵文里面只系讲忍，翻译嘅时候加咗个辱。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古时候读书人最忍唔到嘅系肉，你杀头佢都觉得冇所谓，冇肉忍受唔到，将呢个肉睇得咁重，所以《易经》嘅法师就用呢个肉。 忍特别着重喺肉，肉能忍，咁仲有咩唔忍得㗎？呢种系儒家，乜嘢都能忍，肉忍唔到。忍肉，正字只系对字，亲为。 通断三毒，三毒系贪嗔痴，忍用能帮助你断贪心，能忍就控制住贪欲啦，如痴。 忍辱亦能帮助断除愚痴，所以佢能对治三毒烦恼，就系通断三毒，特别系三毒里面嘅亲畏三毒烦恼。 所感嘅业报好重，贪道、恶鬼道、亲为地狱道、如痴畜生道。换句话讲。 忍唔到嘅人，同三恶度嘅关系就好亲近，样样都能忍，呢、這个系远离三恶度嘅好方法，唔知唔得噶。 忍辱先能知足，知足同出世间法相应。你睇菩萨成佛，最后嗰次，我哋叫最后身。 佢住喺都失天，一定要住都失天。乜嘢意思？都失系梵语，梵文翻成中文意思叫知足。如果唔知足，菩萨成唔到佛，要知足。 知足常乐，知足先有成就，所以要住多术天，知足天菩萨一切知足，再冇希求啦，世出世间法都冇希求，心地清净。 经题上清静平等国，佢都言前啦。清静平等国，法身菩萨嘅境界，发身系真菩萨，系大菩萨，佢哋修行嘅地方。 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亦称之为一真法界。这个报土，菩萨在嗰边等待成佛，是现成佛，一定住在 六欲天第四层知足天就是斗术，斗术是试验成法，为我哋表法的菩萨几时成法？知足成法。菩萨修行。 界定为三学圆满啦，因界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啦。禅宗里头讲嘅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点成佛噶？见性就成佛。 喺中国为能大师见性啦，成佛啦。能大师系顿悟，呢种人好少见，渐悟嘅就多啦。 慧能大师座下有四十三个开悟嘅，喺中国禅宗史里头空前绝后。以前冇，以前都系单传。 师傅就传一个学生，六祖之后亦冇，最多三四个，四十三个未听过，十个以上嘅都未听过，咁唔系顿渐。 能大师一接触就开悟了五祖隐和尚半夜喺方丈室召见佢，同佢讲《金刚经》大意，佢唔识字，当然唔使用,用经本。 五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佢就开悟啦。正因为咁嘅原因，《金刚经》喺中国佛门里面家喻户晓。六祖会下嗰四十三个开悟嘅系禅悟。 有人跟祖师两三年开悟嘅，有人十几年开悟嘅，有人二卅年开悟嘅，唔一定。咁叫咩？渐悟，唔系顿悟。我哋呢一生。 遇到一个开悟嘅稀有难逢啦，嗰、那个人系边个？海贤老和尚呢度有佢张相，佢唔系参禅开悟嘅，佢系念阿弥陀佛开悟嘅。 我哋知道呢件事情对我哋会生起信心，能振奋起嚟。佢得，我哋亦得。佢一句佛号，从来冇丢失过，无论几时。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跟住一句，唔使出声，心里头念佢工作系喺田里面，佢耕田，耕田可以念佛。 唔妨碍念法，心里头念阿弥陀佛，身体喺田度做嘢，唔间断嘅。你个人嘅本质之所以能开悟，佢具足嘅条件系老实、听话、真干。 凡系具备呢个条件嘅，都有可能开悟。无论佢收任何快门，各位一定要知道，大成八万四千快门，甚至包括净土快门，通通喺里面。只要真正老实听话真干。 确实有开悟嘅可能，我哋唔好轻视自己，唔会开悟就系唔老实、唔听话、唔肯真干，原因喺呢度，点解啊？ 老实听话真干都需要忍力成就。我哋忍唔住，念念下妄念就嚟啦，念念下杂念起嚟啦，咁就将我哋嘅正念破坏咗啦，或者系念念下忘记咗啦，忘记叫失念。 嗰句佛号冇咗喇，唔知几时忘记咗。諗起嘅时候念几句，念几声之后又忘记啦。问题喺呢度，点解我哋成就唔到？点解老和尚能成就？老和尚二十岁出家，师傅就教佢一句阿弥陀佛。佢未读过书，唔识字。 同慧能大师一样，但系佢老实听话真干。师父同佢讲呢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叫佢一直念落去。佢念咗九十二年，一句佛号念咗九十二年，冇间断，冇丢失。 大概除咗瞓觉，佢一醒就念佛，同人应酬亦系咁样。张家大师就有呢种本事。我亲近佢老人家嘅时候，佢接待宾客，同大家讲开事。 讲完之后，佢念咒，佢唔系念佛，佢念咒。我哋见佢金刚持，佢嘴唇稍微喐下，冇声嘅。唔同人讲话嘅时候，你见佢都喺度念咒。 唔中断嘅呢种叫功夫啦，所以往生嘅时候火化，我哋见到万几粒舍利喺台湾搵唔到第二个，好似黄豆咁大嘅舍利两千几粒。 最小嘅，好似芝麻，好似米咁大，好似绿豆，差唔多有八千几，呢种是引力嘅功夫，引力嘅成就。 忍耐唔到，点能成就？一句佛号念九十二年唔简单啊！承重往生容易。 信心难，牛迹大师喺《微陀要解》度同我哋讲嘅往生嘅条件系喺信愿之有无。如果你真信， 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绝对系真嘅，唔系假嘅，无丝毫怀疑。呢、這个条件比乜嘢都重要。第二个条件，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加持行人，行人修净土法门嘅人，真信真愿意往生，条件就具足了到时候阿弥陀佛嚟接引你，念佛功夫高下系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分喺边个班级？记落世界系间学校，唔系天堂。记落世界冇天王，冇上帝，冇行政组织，亦冇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通通冇，非常单纯。 佢嗰度就两种人，第一个系阿弥陀佛、卢氏，其他全都系十方世界往生去嗰度嘅，去嗰度都系菩萨，嗰、那个世界只有佛，只有菩萨，除佛菩萨之外冇其他杂人，菩萨。 都系了不起嘅菩萨，我哋常讲发生菩萨，咁唔系你修行正德嘅，唔系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你嘅。我冇受加持有用咩？有用点解啊？因为你本来系佛。 所以你真得受容本来系《法华严经》上讲嘅，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上亦系《华严经》上讲嘅。华严系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系中本华严。 阿弥陀经系小本华严，呢三部经性质完全相同，文字讲略唔同。华严经嘅份量太大啦，从头到尾读一次，如果唔熟嘅话，大概要一个月。 先读一次《阿弥陀经》，最短几分钟就读一次了无量寿经》是最适中、最方便，文字唔算太长，讲得好详细，各方面都介绍到了 如果想再详细啲认识极乐世界，读华严经，华严经读过十次二十次，回头再睇无量寿经，你就明白啦。最重要嘅系要知道乜嘢条件先能往生。 你睇几简单？真信真愿，真相信真愿意去念佛功夫講，唔系讲几多，冇讲几多，系讲功夫。功夫系乜嘢？系放下。 呢个世间要放下，唔可以带去极乐世界。连呢个身体都要放下。如果贪恋呢个身体健康长寿去不，去唔到，呢个系大障碍。身心世界一切都要放下。 世间人最难放下嘅係亲情，要看破亲情，亦要暂时放下。到咗西方极乐世界就係、是、菩萨啦，然后再返嚟菩萨身，再返嚟冇障碍啦，帮助你嘅家亲眷属。 可以做得到嘅。如果亲情况唔下去唔到，仲搞六道轮回，咁就一啲办法都冇啦。咁就太可惜啦。呢、這个道理一定要懂，彻底放下，咁就系有功夫啦。功夫分三品，上中下三品。 最下嘅下品功夫成片，念到咁样，往生记录世界就插班啦，毫无功夫，冇功夫，甚至每日。 好似祖师讲嘅，工作繁忙嘅人，佢冇办法做功课，用十念法，朝早起身念十声佛号，夜晚瞓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呢种叫十念法得唔得？得，咁冇功夫，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念到功夫成片，成片系咩意思？ 平时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冇妄想，冇杂念，呢种叫功夫成片，念念都系阿弥陀佛咁嘅功夫，往生极录世界唔系生同居土，系生方便土。 方便土里面三辈九品中下辈，如果念到是一心不乱，咁功夫就提升啦。 是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啦。见话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放下啦，唔会生起来思话贪嗔痴慢疑断啦。貪親 喺一般法门里面，呢种是阿罗汉嘅境界，正得阿罗汉，所以佢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如土，唔喺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是最容易去嘅。 功夫再向上提升，就是你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佢去极乐世界生十步中研讨，呢种是最高嘅等级了 好似佢嗰度办学，小学、中学、大学最高嘅等级，去嗰度读大学，是一心不乱读中学，冇功夫嘅由小学读起，小学一年级慢慢提升，好啊，咁系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嘅。 凡圣同居土，遍摄十方一切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里头人人有份，畜生道往生嘅唔少，嗰啲都系同居土嘅。 我哋一定要将佢搞清楚，呢次机会千祈唔好放过，放过真错啦！我哋一定要将呢件事情当做呢一生嚟世间嘅唯一一件大事，我呢一生要做佛啦！ 唔系假嘅，唔系狂妄，真能做得到。阿弥陀佛真帮忙嘅，保证书就系呢部经。阿弥陀佛俾我哋嘅保证书，就凭呢本书讲嘅道理。 方法，我哋依旧奉行，绝对得生喺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乜嘢顾虑都冇啦。生到极乐世界唔系呢个肉身，呢、這个肉身系生灭身，好麻烦，照顾佢好麻烦。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生，法性身，法性身,身清净，无染污。换句话讲，唔使冲凉，早晚亦唔使洗面，冇必要，一尘不染，唔使饮食。 几省事，饮食给我们带来好多麻烦，不用睡觉，寿命呢无量寿，真无量不是假无量。有人讲，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呢个无量系有量嘅无量，讲得冇错。有量嘅无量系喺极乐世界修行未成佛，咁叫有量嘅无量成佛呢有量嘅无量变成无量嘅无量，真无量。 所以佢系真实嘅无量讲得通成佛啦，绝对唔好放弃呢个法门。海贤老和尚佢嘅功夫系渐修嘅，唔系顿悟嘅。我睇《永思集》，佢只光碟。 功夫成片，二十五岁前后，佢一定得到，因为佢念佛好勤力，佢唔中断，真做三年往生转动，我哋睇到。 净土圣贤录里面，我哋亦睇到念佛三年往生极录世界，大概有一半。早年我初出家冇几耐嘅时候，有一次喺台北西门町。 法华寺讲地藏经，基隆有个年轻法师，同我年纪差唔多，嗰阵时都系十几岁。佢曾经问过我，佢睇往生转。 睇到好多好多人都系三年往生，问我系咪佢三年寿命就到啦？我答佢呢种讲法唔合逻辑，讲唔通，应该点呢？佢功夫练到成片。 念到成片嘅时候，阿弥陀佛就会嚟揾佢，或者喺梦中，或者喺定中，阿弥陀佛现身会同你讲，会勉励你，同你讲，你仲有几多寿命，几长寿命，到时候我嚟接你，但系喺嗰个时候。 确确实实有好多人见到阿弥陀佛就捉住唔放，求佛我壽，我嘅寿命唔要啦，我而家跟你走。阿弥陀佛好慈悲，你真嘅咁要求，佢会同你讲好，三日之后、五日之后，我嚟接引你，咁先讲得通嘅。 海贤老和尚如果想求往生，大概二十五六岁佢就可以走了佢亦求过，佢唔系冇求。阿弥陀佛唔答应，同佢讲：你修得好好，修得好愉快，希望你多住几年。为学佛人做个好榜样，为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佢系表法的 咁一表法，将时间就拉长六七十年啦。呢啲都系老和尚曾经同大家讲过嘅。佢叫老佛爷，就系、是、阿弥陀佛。老佛爷唔带我走，要我表法。 做榜样俾人睇，同佢讲有本书，嗰本书个名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增战争》。你到边一日见到嗰本书，我就嚟接引你往生。所以佢心里头亦时时挂住。 好多人上山探佢，带食物冇带书嘅。二零一三年一月，有几个信徒带咗本书上山，老和尚一见到带住书，呢本书系咩书？问佢。 佢哋话呢本书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老和尚听到个书名，高兴到唔得了啊！点解啊？阿弥陀佛同佢约定㗎？兑现啊，书送嚟啦，快啲着袍搭衣，揸住本书，要求大家同佢影张相，就系、是、呢张相啊！往生前三日。 上影完之后三日，第三日就走了阿弥陀佛同佢约定嘅呢、这个表范，用意好深，好讲。 为我哋佛门做证明，嗰本汇集本系震经，老和尚造证，字字句句都系释迦牟尼佛讲嘅，汇集冇更动一个字，最忠实嘅。 佢里面虽然係汇集，你挑唔出毛病。下年老用咗十年时间，最初汇集嘅就係呢个版本，我哋亦印咗出嚟。呢本係三年汇集成嘅，以后嘅版本又经过十次修订。 先成为我哋而家用嘅版本，呢个版本非常值得纪念。最初嘅版本，呢部经系真经，经系可以汇集嘅，唔系唔可以。佛经最初传到嚟中国，四十二章经第一部就系汇集嘅。 是由好多经合起嚟，方便初学选择，唔是一部经，是好多经嘅。嗰阵时唔叫回集，叫合，和合个合叫合经，合经就是回集，是有历史。 可以做证嘅增赞增道讲得详细。第二个同我哋证明黄念祖老居士嘅注解正知正见冇怀疑，拒住呢部经用咗。 八十三种经论，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嘅著疏嚟注解呢部经，你随时可以见到呢一段呢几句从边度嚟嘅，佢都用括弧括出嚟，唔系自己嘅意思，系经中嘅意思，或者系祖师大德嘅意思。 正知正见啊，唔可以怀疑嘅。第三个同我哋做证明嘅，我哋呢几年大概有二十年啦。我哋照呢部经，照呢部注解嚟修行，呢条路冇错，系正确嘅。有好多人委谤，有好多人反对。 老和尚嚟做见证，太重要了因为确实有好多人对呢个版本、对呢部注解动摇了学咗一段时期，听到咁讲就放弃了改学第啲版本。老和尚是为我哋做呢个证明的 咁更深嘅证明，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真有，亦同我哋做呢啲证明，叫我哋唔好怀疑，怀疑自己错啦。呢、這个犯门就好似庞济清居士讲嘅：无量劫嚟，稀有难逢。 你点会遇到？你遇到其他经典，你一生未必能成就；遇到呢部经典、e?，一信愿驰名呢四个字，你绝对成佛。讲到成佛，今日呢句经文引力成就，海贤老和尚。 接受阿弥陀佛嘅祝咐、教诲，喺呢个世间住咗一百一十二岁，忍力啊！我唔相信佢有咁大年纪，通常嚟讲。 佢嘅年纪亦就系七老八十，你睇佢嘅师弟八十二岁往生嘅，佢嘅母亲八十六岁往生，仲有一个老德和尚，亦系七八十岁往生，应该就系咁嘅。佢一直能活到。 一百一十二岁往生，咁系阿弥陀佛将佢延长嘅，唔系佢自己有嘅寿命。寿命延长好唔好？你愿唔愿意？ 如果你真正知道记录世界殊胜，你恨不得快啲去。我而家就去，我听日就去。呢、這个世间太苦啦，有咩值得留恋噶？所以佢知道，我估计佢系二十五岁前后功夫成片。 三十岁左右时，一心不乱；四十岁左右，你一心不乱；到你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就自在了想几时去就几时去。佛叫佢留低，佢留咗几十年，等待净土中。 呢个劫难，呢、这个劫难就是有啲人批评呢部经，反对念老嘅注解，话我哋修行行错咗啦。老和尚喺时节因缘成熟啦，都系佛菩萨安排嘅，佢走啦，为我哋澄清嗰啲。 而话无量功德啊！呢部经而家冇人反对啦。